刘欢老师每天基本上是伴随着我睡觉。每个拍戏之前，我会经常让他脑子里面有一个具体的形象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说这个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，也是观察很多人，然后就翻到了那一张团结湖，刘欢老师一个特别帅的中分，突然间就那一瞬间的感觉。对，我们就决定把刘欢老师这个形象，我觉得要跟我进行一个融合。刘欢老师是每天基本上是伴随着我睡觉，刘欢老师就在我边上。那照片，这是我现在穿的照片里面最。